我望望右手边嘅全部朋友，右手边嘅全部朋友。咁老公咧，中意你白叔叔嘅系啊，佢系其实比较中意白叔叔嘅，佢觉得比较有福气，比较有贵气啲咯。系啊，佢系咁样讲咯。你会唔会同老公一齐护肤噶？佢时都偷用我啲嘢嘅。系啊，即系佢见到我有啲佢貪靚噶嘛，咁佢見到我用開一啲產品，佢都會偷偷地咁樣攞出嚟用嘅。係啊，其實佢好貪靚嘅，同埋有時佢賽完車，因為皮膚會傷咗，會細傷咗，或者比較冇咁好嘅時候，賽車場比較污糟啲嘅，咁佢就會偷偷地用我嘅護膚品去幫佢即係靚仔啲咯咁樣。做嘅啊，系啊，我哋不耐之前有个聚会嘅，其实嗰个 trip 系去同 Amazing Esther， 即系我啲姊妹，其实去探香香个小朋友嘅，系啊，嗰个 trip 探香香小朋友，系睇佢个小 B B 咁样咯，即系家人喺香港，喺香港，嗯，嘉欣上次翻嚟嘅时候就约埋一齐去睇，咁但系我哋一路就冇分享啲照片啦，咁等埋大家都有時間嘅時候先再公布咁。係啊，大家未見到，咁當然都希望係香香自己話事啦。如果佢 ready 嘅時候，就會分享啲 sweet 靚仔嘅小朋友相。第一眼睇相咧，我就覺得似香香嘅，但係就係再睇真人咧，睇第一次之前睇相嘅時候，真人就覺得似爸爸多啲啊，係啊。好得意，不過而家好難講，都仲變緊，即係一個月幾隻小朋友係日日都變嘅，咁希望佢健健康康，跟住大個咗都係會係一個靚仔咁咯。咁有冇抱佢啊？有啊，好緊張。好緊張。好緊張，因為抱佢嘅時候一個月幾啫嘛，咁都仲係好 soft， 好軟係喎，嗰種感覺係特別嘅。是始終是人家的 BB 要是啊，即係唔識形容那種感覺，但是開心的，是興奮的，同埋個 BB 有時雖然佢瞓著咗，但係佢有時會喐動嘅時候，好似同你打緊招呼啊，好似有啲回應咁樣，都令到我個 moment 係好滿足咯。是不是契媽？她好像沒有說到契媽這件事的，不過是不是契媽也好，都會盡力去照顧這個小朋友的，疼她咯。